便请您欣赏相声《九色财气》，演员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，谢谢谢谢，一点都不实际。大伙儿上这儿来听相声来，我们心情特别的高兴，是今天格外的高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什么日？8月15日中秋节。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可能也是放假了，也是可能也是百忙当中上这儿听相声。我们心情无比的高兴，上了台来呢，先做一个介绍。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，他叫孙越，孙老师是一个相声演员，对，说的也不错，您夸我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客气，那是郭德纲。你说他了吗？您也不错，干过您没听他玩的，您的口齿也很伶俐，哎，表演也很大方，说不好，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向您学习，哎，您客气。首先说。人这个丰硕的这个身材，一般人都来不了。为什么这么胖？为什么这么胖？喜欢吃，哎，吸收，而且呢，不爱运动，对吧？每天最多吃几顿，正常三顿，您吃几顿？正常是三顿是吧？啊，不是正常是三顿。那您最少得吃十顿。哎，没有。正常是吧，反正吃的挺多的，导致这么胖，然后身体也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人癌我。我听着更多新鲜啊，什么叫人癌呀？就是那整个就是一个癌细胞。你才癌细胞呗，怪不得这儿呢。你看还生气了？废话，我说你得意，就是身体不好了。你说好好说，你太胖造成的。确实胖。您从他这个身材，我怎么好比是两根筷子顶一面包，谁顶得住？时间长了，两根筷子不得溃烂吗？舌头都不行，还得溃烂了。他这个就溃烂了。没听过。大腿根儿，哎，大腿根儿好，刘能。大腿根儿，刘能，还是刘能，你还跳刺儿呢？刘能，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呀？就是身体啊，特别刺挠。这闹是小病，上医院去检查了。医生说了，过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我怕给你坐塌了。你这也不接着。那你就接着吧。对，你要查什么就是，你就接着，就待着吧，待着就完了。阿雅，什么？阿雅，你找阿雅？啊，对呀。阿雅伸舌看口片不就完了？对对。阿雅看舌苔，拿一个雪糕棒。雪糕棒，带刚说完似的，干净不干净？干净啊。哎，什么雪糕棒？你压舌头呢？压舌头用的小片儿，压舌片儿，哎，压舌片儿，哎，这么好骗吗？哎，压上去，阿雅，看看，要死了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泡泡沫，泡沫，泡沫，送官纸泡沫呀，泡沫，泡沫呀，啥泡沫？怎么了？郑同志，得亏呀，你来得早。哎，那来得晚呢？再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。没事啊，是就是可能是人癌，是没事儿，回家啊多休息，少吃饭。
就可以了，多运动啊！你看你太胖了，多少斤？多少斤？他说，不到六百。或者干啥？怎么了？那我不到六百。多少斤？哎，没那么多。多少斤？你说哪儿嘛？多少斤？大过节你说点别的，就急着烦心事儿。到没到六百？没到。完了吗？没到啊。就是啊。你到六百了。不是，人说有错吗？不到六百，没错。谁又说你说不到啊？对，我们都没到啊。哎，你不能拿你的说我这儿，容易引起误会。太沉了。那明白呀。没关系啊，我去好好锻炼。然后呢，把好节目奉献给大伙。谢谢您吉言的朋友们。他呀喜欢说相声。那是演员嘛，对不对？经常站在舞台上，最高兴最激动的时候就是站在舞台上。爱这个。朋友们也是喜欢听相声。对，您各位不听就不上这儿来了。您不爱不来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，爱好不同都不一样。对，拿个媳妇来说吧，孙越的媳妇轩然不一样。你等会儿，喜欢的捯饬，你等北京话这是。你等会儿，我媳妇什么名字？轩然。轩然。对。多好听啊，不是特别女性，你这是太女性啊，这名字啊，轩然，谁给起的名字？这是你丈母娘啊。我丈母娘，我丈母娘叫什么呀？柳荣。谁说身材了？谁有这名字？这是我跟你说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废话，你倒说这个嘛？轩然怎么了？没有起这名字。他办公室总能引起轩然。对对，你看我，这活儿干的。反正他媳妇儿就爱好，我媳妇儿不爱好，爱捯饬。捯饬是打扮，化成女人嘛。买东西啊，爱买那些个高科技的。什么呀？隐形的。高科技有什么隐形的呀？眼镜。哦，隐形眼镜。脖子轮。哦，对，隐形眼镜。对对对，好像大戒指。哦，对，大戒指。隐形的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您管这叫大戒指啊？这叫项链儿。大项链。不是不是，有项链还隐形的啊？瞧不见。啊，咱们就没买吗？买了，骗谁呢？买了，哪儿证明你瞧能摸出来？看不见能摸出来，就跟隐形眼镜似的，能摸摸不到。能摸出来啊？没事，让人摸。哎，你看看。哎，没有。没听说别人摸项链啊？我咋知道啊？没有啊，反正事儿。项链隐形的。不是不是，大戒指。哎，这没有。隐形的。这没有呗。衣服。衣服不能隐形啊，不隐形啊，不隐形啊，都有爱好，都有不一样。经过我的总结，我的研究，你还研究？我发现了，发现什么？咱们中国人的爱好四个大字，哎，四个，酒、色、财、气。奉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色这四个字不要去沾。如果说沾的话，您的生活容易出现一些偏差，这个人容易堕落，往下坡路走。不要沾，不要沾，干嘛呢？这怎么了又？什么叫不要沾呢？您说这四个字儿我知道，啊，反正我听说这么四句话解释这四个字儿，跟您那有出入。不会吧？有出入。你说我听我这四句话啊，说这酒色财气 啊，说无酒过成宴席，无色入上人稀，无财谁肯早起，是无气反被人欺。四句话。说完了四句话完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头一句说是无酒不成宴席，怎么讲？哎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，
家里来朋友来亲戚了啊，摆一桌子菜，炒菜，您在这吃没有酒，这叫家常饭。来朋友啊，不管多少朋友，有一个咸鸭蛋，一盘咸菜，搁一瓶酒，沾酒就叫酒席，无酒不成宴席。这你是明白是没明白呀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说第二句，无色路上人稀。我说这个色呢，跟您脑子里想那个色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？这话你的眼都换桃花了吧？咱说这是正常的，这个什么呢？娶媳妇、结婚、生孩子。你想，这人要不好这个，不好这色，不娶媳妇、结婚、生孩子，现在不一定娶媳妇儿。哎，说正常的事儿啊，咱先说正常的。爱好不一样，对吧？你不要伸张这个，你老拿你的事儿说伸张这个。这男的呢，要不好这女色，不娶媳妇、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，人类不繁殖，这路上人呀就越来越少，就没人了。说无色路上人稀，稀少，干嘛这么当央美？三句，无才谁肯早起？怎么说？您看这个啊，大冬天早上起凌晨三四点钟，那个卖菜的菜农上菜，凌晨三四点钟得从热被窝里钻出来。大北风刮着雪下，骑着三轮车，他得上菜，他得卖菜，为什么？挣钱。他要不挣钱起来吗？无才谁肯早起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吧？您是明白是不明白？说你的没事。哎，对，我说我的，你睡你的是吧？啊，说你是虎子听的话，真行。最后一句啊，无气反被人欺，这句最有理。人活在世就要有脾气，脾气还得大，但不受欺负。您看了吗？你看我这么大脾气，活到现在我才挨了八个多月打。您稍微等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。您这么大脾气，从小到大挨了八个多月打。打我这个脾气更大。歇死你就完了。歇死。小鼻里，什么叫小鼻里呢？先鼻里吗？没听说。还小鼻里？他说的这个虚伪有那么点道理。跟您说，不是虚伪，是很有道理。我也有我的一番理论。您还有理论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别往深了走。别拿这四个字当回事儿，当回事儿的话，生活容易出现媳妇偏差，小可移情大可乱性。对呢，这个人呢就容易堕落，是吗？容易走下坡路。是、啊。咱们今天啊，倒着讲。倒着讲这四个字。先说这个气。气。气大伤肝，对不对？气大伤肝，好好有这么一说。我们家有本书叫《中医》，头一句就是气大伤肝。哦，气大伤肝。哎，不是您这中医的书叫什么名字？中医。我知道中医叫什么名字？中医呀、啊，这书就叫中医呀、啊。啊，那您这书里说的是治病的事儿？没问题啊。什么书起这么水的名字？中医头一句就是气大伤肝，合左脸。我不明白啊，气大伤肝我知道，怎么左脸是什么？你看看，拿他这说吧。干嘛呀？这位同志，你脾气就大。我拿我举例子。对，是不是脾气大？脾气大，真事儿。嗯。前些日子啊，请我们后台全体演员去吃饭。对对，我有病。我们也纳闷儿，这是不是有病啊？哎，啊，扣住你脑袋了吧？怎么会请我们吃饭呢？这么鸡贼一个人。我能你是不是鸡贼？我们得去呀、啊，我们不能落这个空啊！你多鸡贼呀你们！不去了，躺在那儿说，大饭店，宜昌海鲜，不是听说过吧？就是都没敢去过，太贵了。你们没敢去过？两大桌子菜，什么叫螃蟹，哪个叫大虾？两大桌子菜，菜上来了，这位老师站起来，各位，你们先吃着。我上个厕所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
你猜怎么着？吃了我这跑了。我跑啊！说是请我们吃饭，其实呢就为让我们自己花钱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坏啊？为什么呢？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，这叫商演，挣了点钱没带他去，我上来了，气上来了，说是请我们吃饭，就会让我们花钱。OK， 好了，这件事发生在劲松一带。劲松一枪，不到三分钟，他到延庆了。我这兔子，啊，我都是你孙子。这什么话？跑得特别快，到延庆了，自己找一家小饭馆。往那一坐，自己吃。哦，不理你了，对，自己过瘾。啊，喊服务员。服务员。过来。是，过来。气性大这样啊！快点儿。多好。快点儿。多坏。自杀啊！这么大气，给你刀是吧？服务员吓坏了，那不吓坏了？哎呦，先生，啊，给您刀。这刀呀。这是那个菜单，是个小菜单啊，但是呢，菜单上没有的菜我们也能做。别看是个小饭馆，什么都有，挺齐全的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什么都有吗？嗯，蒸一个骆驼。哎，对了，不要切。哎啊，生蒸啊，整个儿都。像你自杀吧。你不是什么都有吗？蒸牛肉的哪有这菜呀？没有，难避。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怎么了？你早生气，我不就没事了吗？我这不建国了吗？行吧，那个花生米。干炸花生米啊？对呀，白条的。都不要。煮的。来三个花生米。三粒花生米。蒸一个，煮一个，炸一个。好，仨花生米来一全活的。行吧。啊，行。点菜都齐了。还吃什么呀？齐了。哎。齐了。够吃了。你还真拿我当兔子了是吗？够吃了啊。我仨花生米能够吃的，就点这么一个菜啊？够你塞牙缝的吗？这不我给你的。啊，这么大花生就点仨花生米啊？你是不是打劲松来的？你这笨笨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没事啊，再点一个菜吧。再点一个。松花蛋怎么样？全是凉菜，半拉松花蛋。半拉松花蛋，给我剁碎了啊！来一盆姜汁儿，哎呦，把松花蛋放里头，我在姜汁里头寻觅松花蛋，这过程满意吗？我这都给喝了不好吗？活没死我。什么玩意儿？齐了，上菜了。菜还挺快，嗯，不大不能不大的，哎呀不快，这火都不用动。三个花生米，嗯，那兄弟生气了，废话，够谁吃的？不是，先吃哪个？别吃，仨花生米还挑呢。我最恨选择了，朋友们。哦，让我选择，嘿，别走要我的命了，这是怎么办？怎么写三个小纸条？啊，蒸煮炸，三纸条，哎，弄一个小团团。还小的菜，上去接住一个，抓住一个，煮的啊，吃是煮的，嗯，呸，哟，坏了，这是炸的，我这煮的炸的我分不清楚了，再来一个，炸的，炸的。身体上海鲜，哎呀，我疯了我！不吃我才疯了，自己正吃着呢。是吃着呢。旁边坐了一个大胖子，就那大胖子啊，比他要轻十来斤，500多斤，大胖子还是六百，不到六百，甭废话，没这么大
胖子，往那一坐，人又点了好些菜，这是有钱的，点了一个什么呀？炒鸡蛋，还有黄菜，炒黄瓜片，素的，炒木耳，炒黄花菜，炒肉片，又来了一个木须肉，大桌子菜，一个人吃，你等会儿吧，也生气了，你甭生气，你俩问他俩木须肉。显得多呀，没那么多，点点别的不好，哎，不行，管着吗？尝尝，出门不吃肉，自己吃。哎，一大桌子菜，哎，一大桌子肉，他生气呀、啊？我这生气，吃死你！哎，没有人说话的啊，人家不理他，就得了，气又上来了，我又上了，吃死你！我听清楚了。您还不理他，还不理我，更生气了。可是站起来走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怎么那么有钱呢？吃死你没有听见吗？啊！哎呀，你钱不是好来的，这话说的，你媳妇挣来的，你媳妇也干那个的，你他妈家里野字儿啊！啊，什么叫你媳妇也干的？你他妈家里野字儿啊？俏皮，没有。给封掉着的，你媳妇干那个的，吃死你！你说这个气谁受得了？受不了了！大胖子站起来，指着他的脖领子，啪，打飞过了都。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。哦，气大伤肝和左脸，但是我气要再大点，伤肝和左右脸。哎，这是双肝，你没听说吧？挨打去了，气大好不好？你咋确实不好？你看，你生气了。说了，生气。别不说你了，这是气。哦，咱再说财。财，财分三种。哪三种？财主、财奴、财商。什么叫财主？有钱可以支配自己的钱财，钱财的主人，主宰。比如说3万块钱买一条裤子，大街上走累了就敢往地上坐，不管土的泥的。3万块钱买条裤子，可以支配自己的钱财。哎呦，财主啊，财奴，财奴，钱财奴隶。怎么讲？支配不了自己的钱财，为了钱财而活着，是吗？比如说30块钱买一条裤子，大街上不敢走道啊，这么走怎么呢？干嘛这么走啊？怕这个裤子起褶。30块钱。对了，支配不了自己的钱财，人家奴隶。还有一种是财烧。财烧怎么说？就是有钱烧的难受，是吗？要说这个财烧啊，你说他媳妇轩然，又有我媳妇这里的。他媳妇就属于那种有钱烧的难受的人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当然，他媳妇也不少挣，能挣钱啊，一宿能挣2-3百。可以。你以为呢？哎呦，这
这么难看，他也信，对不对？我能不信吗？就是就是，对对，咬住牙了，真的吗？干嘛又咬住牙了？一宿啊，能挣三四百。大活好啊，羊羊肉串儿，对呀、啊，活好啊。哎，真的，我号好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串儿，到晚上就收摊儿。对他衣服一换，我要回去。脏啊！哦，围裙。不然呢？都卡自己身上了。然后往下走，兜里揣钱呢？这么钱？他出来数一数。嚯、哦！又挣多少？二百。二百数这么点？忙一忙。哎，就哇！太便宜。搁兜里。往前走，走十步，掏出来数一数。又数。搁兜里，往前走，走十步，掏出来数一数。我十步就数数。咱们到家了，这钱花不了了。怎么呢？成白纸了。哎，对，数掉了彩了。有钱烧的难受，烧的难受，财烧。哦，咱再说这个色。我终于到这个问题了。要说这个色，得说他爷爷。哦，孙越爷爷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纳了闷儿了啊？前面气说我，才说我媳妇儿，这色说我爷爷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说你爷呀？说你家人呢？说什么？你说干什么呀？说你爷，说我爷，我爷不乐意。对了对了，我爷爷乐意啊！你怎么人呢？不是，你挣的钱不就是这个钱吗？捧哏的就得牺牲咱家是吧？那不是，等着找出你家人来。你大爷爷年轻那会儿啊，四十来岁，四八白的头发，花白。四十来岁就花白了，干手累的呀，干手累。年轻那会儿啊，那个妓院都是合法啊。几块钱？不过今天在座的各位没有赶上。你赶上了，我也赶上了。他爷爷那会儿天天去逛妓院，都熟吗？跟老鸨子也熟啊。老鸨子？妈咪的那个老鸨子，出来，你也挺熟的呀。出来，老鸨子出来了。嗯。来了。你还有家传的范儿，你看看，真像你这个。有新来的吗？有新来的。啊、哦，多大呀？18岁，找我回家结婚。啊？回家结婚去了。这就出事了。这天又去了，一问多大？16，走回家结婚。又娶一个。就这么说吧。啊。他爷爷娶媳妇儿，啊，一共娶了5个媳妇儿。那他六日还休息呢。三双号吗？哦，没听过。5个媳妇儿，哦，头一个那叫妻，正室，剩下的4个叫妾，偏房，妻妾成群嘛。这么说啊，他的父亲是大奶奶生的，对不对？叫正叔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的母亲二奶奶生的。你才近亲呢你。我怎么没说你近亲呢？甭废话，这不就近亲吗？不像话的。那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妈是外边迎娶进来的。啊，妈就这么说。哎，对，我老别瞎话儿。迎娶进来的。那会儿啊，他爷爷头一宿跟大奶奶睡。哦。大奶奶呢，岁数稍微的大一些。是。希望老头啊跟自己般配。怎么着？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偷偷的拔他那个黑头发。哦，全剩白的。剩白的。哦。第二宿跟小奶奶睡。小奶奶岁数稍微小一些啊，希望老头跟自己般配。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拔他那个白头发，天天拔，天天拔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没再瞧。怎么样？陈佩斯。哎，拔秃了，一根没有。可以，不像话吗？这倒是，这是好色。哦，不好，是吧？最后说这个酒。酒。要说这个酒，啊，得说他父亲。我终于说到他了。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，那个。李老爷子也不对，我是李老爷子，不是李老爷子，姓孙啊。我没说过姓孙吗？那不叫你李老爷子也不对啊。他叫李，啊，叫李，他叫孙李啊。你妈叫赵钱啊？对，没有啊，你还是近亲嘛，你一路伴儿。这话就是孙老爷子，啊，孙老爷子就好喝酒，好呗，酒量不大，酒多大呀？啤酒呢？嗯，半两。别喝了，
半两啤酒喝去，当时啊醉了。我真是不像死了，我跟你说。白酒是拿筷子蘸一下，往嘴里一放，啊，死了就醉了。哎呀，筷子下去了，醉了醉了，看见酒精俩字儿，啊，醉了。我都是晕酒的晕瓶子，酒量不大，哎呀，但是好喝，是是，一喝就多，一喝就醉，爱着。哎呀，晃晃悠悠就回家了。嗯，得亏他们家有一名人，谁呀？他母亲赵钱。别叫这名儿，他母亲。嗯，好家伙，生气呀，是吧？管理人，老孙，老孙，管理，过来，你看我把这事儿，过来，过来。嗯，俺老孙来也。对猴。那不冲你？凭什么呀？叫我抽啊！揪住脖领子，啪啪啪，他敢拎你，啪啪啪，他敢拎你，啪拎拎啪拎拎啪。我们那儿去网上了。再看他父亲，在1953，别抓，够不要脸的劲儿。唱一段啊？还是唱二十来分钟？哎呦，也唱完了。心也歇够了，站起来揪着脖领子，啪啪啪，那个铃叫啪铃叮啪啪，那个铃啪铃叮啪。你全都在这事儿了。有一个酒就别唱，干啥呢？这还有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爸最爱翻场，真的挨打的是吗？最爱翻场，哎呀，时间长了受不了啊。哎呀，天天挨抽，天天挨抽，这谁受得了？是啊，上我们家要找我去了。那你替他挨抽去？想让我呀，给他出一主意。您明白？我聪明啊。哦。哦，上我们家一推门看见我了，是要跟我聊天。你说话，兄弟。怎么叫兄弟？好，开玩笑。没有什么开玩笑的啊，不能乱了份儿。小月，哎，对，小月。小月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哥哥，我有难处。不一样，这不一样啊。老爷，嗯，我有难处。对对对，我说您怎么了？嗯，是不是要死了？我爸呢？我说你们留你这儿没有？有事说。他替我爸不干冰着。你妈不知道。你嫂子不让我。你说傻呀，你好，你说傻，说傻，你这不是想偷我干儿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嗯，办，我下一步奔哪儿去？我也好喝酒啊，是吗？我怎么就不爱抽呢？你没急，咱有主意啊。喝多了回家，咣咣咣敲门，门肯定得开。废话，门只要是一开，把衣裳一脱，咣敲往里一扔。当时我媳妇就吓坏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进，别在这儿惊险，进，哟，进来，往沙发上一坐，嗯，谁？干嘛？倒洗脚水。哎呦，来喝茶。对，是味儿啊，两锅水。啊，两锅水。哎，洗完了脚，喝完了茶，往床上一躺，第二天烟消云散。以暴制暴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对呀，多好的主意啊！是是是，他父亲说了，嗯，得了，兄弟，得了，小爷。我这就走了，嗯，我回家了。回家说是回家，嗯，其实呢，喝酒去了，有这瘾，酒量不大呀，是是是，喝醉了，啊，往家走，到家门口，梆梆梆敲门，嗯，你也别说，门还真开，那还不开？门开了，脱衣裳吗？脱吧，我们是脱上衣。哦，你全，他父亲全脱了，全脱了，这不好穿啊。三件套的，你多了。哎，没有，什么？有一个大球，哐当咣一声，当一声，门又关上了。关上。这会儿有个女的说话了，说什么呀？下一站西单。